好的，小伙伴们啊，开始晚间时段的直播了。那今天开始地狱难度了。咱们用的仍然是这个死灵法师，55级。好，我们需要，哎，小金麻去了。我看他晃晃悠悠就走没影了。咱们现在拿经验费劲了，拿经验费劲，这图的等级太高了。骷髅带好，大药真多呀！我把垃圾打开看一下，包着钱也多，2000多。这边，邪恶洞窟，邪恶洞窟还是要打的，涉及到一个技能点。这儿有一个啊，我以为是技能神殿，不是。这边有一个啊，这边有个经验，太好了。小伙伴问，怎么回鲜血荒地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游戏是由三个难度组成的？这货会传送，这个货会传送。对啊，全是骷髅啊，对啊，否则呢？这个大门兽咱们到时候可以带一带。啊，叫起一个大门兽。宝石神殿，哎呀，我身上没有。石魔加了几点？石魔现在一点。炸出了一把丧钟，运气不错啊，师傅。我也有一把，但是在别的角色身上，而且即使倒过来，我现在也带不上。丧钟应该是62级吧。那我把那尸体炸了，我看他复活谁啊？晚上好啊！我这次玩这个死灵要比我开荒的那个强，毕竟这个是有遗产。开荒的那个就是自己打。咱们康，咱们荒已经开过了，没必要艰苦奋斗了。
支配骷髅加满，支配骷髅要加满，这是我的最主要的技能了。哎，这个打完了吗？没有，这么说还差五只以上啊。我是升级了是吧？施暴，施老加一点，施暴我这次玩就加满了，其实没必要加满，其实没必要加满，就是它的范围已经够用就行，不用非要加满。对着诅咒，吃老一点。I am you。看这个施暴啊，这个施暴相当夸张了。行，咱们把施暴也堆满吧，把施暴加满，然后再考虑一下我这边的事啊。这个召唤抵抗我不打算再加了，现在加一点才加两点抗阻，回报率太低了。那加完了之后，加完施暴之后可以考虑强化一下施魔，但实际上呢，因为快通关了嘛，所以给咱们留下来的技能点也不太多了，毕竟是单级，七十级左右你就会通关了。咱们还能用的点数也就十几点。骷髅法师啊，骷髅法师不好用，你别想着招骷髅法师的事儿，没什么用，还不如复活呢。但复活我也只点了一点，复活只有打 boss 之前吧，可以再攒几个。平时感觉复活都没必要用。好，两边对着诅咒。这药捡的啊，一身全是药。这对面也太恐怖了吧，这一个诅咒搞我这么长时间。这个诅咒有一两分钟了，现在什么装备？现在基本上是比较好的暗金装。啊，终于到齐了，终于到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进来啊？头条不断取关，那是为什么呀？
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啊，踩点了，踩点了，踩点了。我以为忘踩点了。Blood Raven, rest well. 你召唤满了，到了第五打不动怪。你要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的装备啊，你要注意提升你的技能等级，而不是其他。加五敏捷，90毒素伤害，这个还行。这个作为亚马逊用技能还行。打不动怪，你就给他上诅咒啊！升技能等级啊，打不动了你上诅咒。你没看我在一直用施暴来帮助小弟吗？你纯靠骷髅到了地狱效率就不是那么高了，所以你要这个施暴要用好，施暴要配合你的伤害加深。对，给对面先上去伤害加深，然后再施暴，基本上一到两个施暴就完事儿，然后一下就倒。对啊，自己要帮着炸呀、啊！你纯就靠骷髅来砍，那肯定效率低啊！哎，这边人挺多啊，炸他们一下！走走走走走！怪物神殿，来来来！70%的经验。啊，就出了个这个，70%来的，哥，我装备还没毕业呢，我小弟装备还不行，因为毕竟等级低嘛。然后我还要搞军帽和马拉去呢，现在还没有，对吧？军帽和马拉，咱们90%的经验来了这片啊，打完了这片，现在97.97%。走，技能点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个召唤器。母牛工厂打了，我这才到鲜血皇帝，怎么打母牛啊？现在什么武器？自闭杖。哇，这片，哇，这片人好多。看啊，自闭杖。牙呢？哦，不用牙了。你还精神剑？我这个单机做不了精神。其实土魔在我这个打法里，并不需要加很高。反正我现在土魔就一点。我踩点了吗？踩点了。土魔我就点了一点啊。现在再点施暴。施暴加满了之后咱们再去点土魔吧。这片要炸呀，这人多呀。
对，普摩不太重要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技能点比较富裕的话，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玩意儿。毕竟你用土魔还是需要操作的，操作大于它的等。就看你用的时候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把它扔到 boss 脚下。其他的土魔的等级啊，它只是撑而已，你就不算把它撑满了，你的操作不行，哎，我觉得用处也不大。比如说你经常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这小弟不行啊，打大菠萝的时候扛不住的他一圈火，那就说明你土魔的操作没有到位，对吧？你即使把土魔点满了，你操作也没到位，没用。所以还是操作大于你的技能等级。啊，哎，我不去打你们，你们自己凑上。其实死灵打到这儿应该注意一点，应该注意一点。尤其是像我套着这个诅咒状态，我是一个法师啊，体格比较单薄。我怎么总能遇到这么大一片的怪，这个真的是爽。啊，不，现在咱们68%的经验，炸平这片看看，我这有点夸张吧？看屏幕，看屏幕，看屏幕，这个怪堆。哦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啊，爽爽爽爽。我刚才是多少经验来着？天堂之石。这太刺激了，这波怪，我天。超大召唤祭司一枚，啊，我去，呵呵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垃圾了，这也太垃圾了。哦，炸得爽，这一波加了30%多的经验，这一波怪啊。啊，这施暴的范围真的是爽啊，没白白的投入，加26法力，先留着吧。啊，这个树在这儿。金装也爆了几个了，咱们，但是没用啊。比如说爆了一把军斧，我要军斧。反而铠甲，哎，反而铠甲给我爆一个。卷轴拿不下。
啊，孟婆又来作诗了，吟诗一首。看啊，他能洗点儿。单击呢，每个技能你可以洗点一次。每个等级你可以洗点一次，所以一共能洗点三次。看装备的请忍耐吧，我也不是什么极品装备，就是一堆暗金而已。每个人进来都要看装备，我不用玩了呀。这儿呢，军服，这把军服在这儿还在呢。军服还在。哦，铁匠这儿也挺爽啊，看起来经验啊。先把老爷子救了，然后咱们琢磨琢磨琢磨。来。哇，狂热光环。谁？什么人？谁诅咒我？这一地东西，我的天！算了，走。